娘喂，昨天我家狗给我拉屎了，一拉屎，娘喂，给我吃大便，怎么阿娘喂？阿娘喂，养猫咪也差不多阿娘喂，卷筒卫生纸这样咕噜咕噜，阿娘喂，滚出来！哇塞，林木星，你这张照片有够辣的，阿娘喂。超夸张！我昨天换这桌面之后，我今天早上捡到100块。我换了这张之后啊，他直接跟我告白。我们追都不用追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换了这个桌面好，我四组赛直接猜对，日本队赢，都赢了。原本我呢是不太相信这些偏方的，但由于公司最近业绩突飞猛进，所以呢小的我也换上了哈。老板跟刘喜耶，老板我做人呢一向是非常的极致的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所以公司今天重金礼聘，直接把美人明红请到公司来坐镇，欢迎美人明红。拍照那美人明红呢就跟大家一起在公司共同努力，创造更好的业绩。干巴爹。张先生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开视讯。Say yeah，hi，hi， 对，跟你说，做得很极致，绝对是有信用的。对对，我们包绝对包你满意，签约绝对包你满意，真的，你帮我哈个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拿下了哈。啊，对了，哎，得掉啊。娘喂，昨天我家狗给我拉屎了，一拉屎，阿娘喂，给我吃大便，怎么阿娘喂？养猫咪也差不多阿娘喂，卷筒卫生纸这样咕噜咕噜，阿娘喂，滚出来！哇塞，林木星，你这张照片有够辣的，阿娘喂！好了，来，来喝阿娘喂。老大出来，我帮他挡。老大，你敢挡？挡挡什么？很猛吗？你进黑社会很危险呢。直接很有种的直接挡。你不要听他们乱说，他比倒 V 骨折了。那我说这个卡了，这个是可以讲的，是不是啊？这还骨折？你看我们倒 V 拍一张。来，欢迎光临这边坐。董仔嘛，这个不用算了。看你这个面相哈，世事惶惶，古月明跟那电视机一样的。展龙嘛，阿莹嘛，这个龙字哦，阿莹。送你一个字哦，你今年哦，就是这个阿莹，莹有事没事找事做，不要假扮莹莹，没事就要找事做，记得啊，不要手淫啊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手淫啊，但是你可以。来，八岛四仙女降道，为你们消灾祈福。是到东南方了。东南方。阴阳两界交界处啊，哪里？来这边，停。在这个阴阳两界交界处啊，阿姨在这边为你们祈福。八岛四仙女，过来。恭迎圣火。
不要等风小一点再点？宫廷九天仙女驾到！哈！哈！哈！最后一包新冠吃完，等一下来去领理赔。啊，许先生啊，我这样子可以理赔多少啊？你这个没办法理赔。啊，没办法理赔？你当初是跟我说确诊后确定可以理赔呢？不好意思，我只是上班的，法规一直在改，公司政策一直在变。我家七个都没有拿到，你不是最惨的。可不可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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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轻轻一下下就好。骚扰？有没有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